乌撒，欢迎又回到我只是把钱变成我喜欢的样子。这次我请到好朋友洋葱。对，洋葱来陪我一起来开箱 GK。 我从来没有看过 GK。 我其实今天主要找你来还有目的想说推你的歌。今天我们要开的是自来也，是挺挺松的自来也，它非常大，我平常买的可能100倍大。等一下我可能真的要请你帮忙，因为我昨天打喷嚏的时候我腰扭到，我打太大力，我想说故意打一个很大的动作再扭到。好，那可能要三四个人搬，没有问题，我现在马上开箱。有没有看到这么大？我爸爸还说嘉伟你冰箱到了。我说我没有买冰箱啊，他说没有，有一个很大的冰箱。我说冰箱我没有买啊，搬回来后婷婷那个脸就怪怪的，那臭老婆乱送，讨厌。很开心。对，这个是他平时在看我在滑靠杯啊，箱中箱哦。啊，开箱了，我看到舌头了，好多哦。它还有第二层哦，好大哦。好了，看看有没有说明书。我们从底座先开始，你喜欢吗？我很喜欢这么大一个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。你要买对不对？跟你买是不是？不行不行，就挺轻松的。你要吗？直接送我。对，好了，这个我就给你了。就给我一个那个云。哇塞，给我一朵云。哎，我好厉害啊，好精致啊，好可爱哦。我听说有一些寄过来的时候会碎，可是它包的这么好，是不是也不容易碎？对，他们说先检查那个零件有没有损毁。好，一定都是底座先放。嘿呀，我有个秘密法宝，这个你知道我为了它，我跑去买这个底座。这个是它会转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会转。专业物件就一个一个拿过来，好可爱哦。真的美，真的美。之前我开过别的 GK 啊，他们会写说什么 Y 一配 Y 二这种东西。哦，刚动一下，好可怕，我吓到了啊！因为自来也还没上去，它重量还没达到平衡。我刚紧张了一下，它有磁力哦。对，它有磁力，他们用吸的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，你找到了。我觉得 GK 好玩的地方就是有时候在组装的时候啊，你会不知道它哪一个是哪一个，所以会找很久。其实运气很好，没有断件。我上次的那个鬼胶啊，那它的洞没有钻好，所以变成我要那个，我要重新弄。哦，我重新再钻洞，一直找不到，还真的找不到。我这个好像是这个，这看起来是又似而非。六哎哎呀 B 这边。哦，找到了 B 是哪一间 ？IZ Studio。其实洋葱回去可以买一支啊，希望可以有人赞助我啊。不要不要自己花钱是最好的啦。有没有 GK 可以赞助啊？啊，哎，黏住了，就这个，你找到了。来，来，哇，好重哦。你回去可以多画一些火影的梗，然后就吸引那个代理商。哎，说不定可以哦。哎，你看这个就是他们工作室出品的，让我们放在正前方哦。这个是在野的头，这太明显了，就是套在这儿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套这儿的，套这儿，简单简单。这一只我觉得好危险，我先把它拿下来。他一直想要弄我，啊，站在这里，这里就站在前面的，有根针，这样子嘛。哇呀，好帅哦！你怎么做老婆的？怎么这么棒啊？怎么那么屌啊？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。疯了。孔神跟杰哥合体，不是啊，这真屌哎！看一下这小青蛙，最难找了吧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？这好像是它的鬓角。哇，你竟然知道？对，我还以为是云呢。它这边有一个磁铁，这磁铁直接吸上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它有两条舌头，你想要哪一条？我想要长的。哎呦，我还没有装它这个，可恶。这应该不会不稳吧？如果倒了，真的就会哭啊，就因祸得福，发烧衣。那我再用那个钱，我再买一个。大家叫我说什么？自来也买了以后，再去什么？再买钢手，然后再把大蛇丸也买了，不会被杀掉。虽然都齐了，你房间也少一半空间。对，大蛇头，哇，这感觉好棒。那要用哪一个？它有两个。它有两个舌头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一个长一个短。我先试一个短。那先那个好。嘿，吸啊！然后这个小青蛙，小青蛙好像是在旁边。断片吗？断了！哇嘞嘞嘞！哇，断了！这个真的要粘了，这断了。可是好险，不痛。
可是还好这个，对，这只这个三秒胶粘上去就好了。对，这我自己处理就好，我不怪任何厂商，我只怪我自己。都是刚摔到的。对。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吧。哎、欸，对，好。这个 ID 这已经是在最前面的，好像有的地方还有洞哎，为什么？这要放哪里？还有空间吗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常见。哎、哦，跨界棒子这些，这苦啦啊！苦要怎么用？用在哪里？苦要插，应该是难怪我觉得怪怪的，苦可能是要插在它边边角角。可是我们有图可以参考，我刚刚是还有些洞，感觉就是它也硬弄一个。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壶啊？壶，我买了啦。好，买了回去立刻找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帮你一起找。嗯、我要翻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刚好看图片。哎，哦，他的图片。会作弊嘞。他不会吸吧？哦，有会。微吸。对，然后这边还有个小小的碎石子，稍微就看一下。对，是这种碎石。这真的是吗？他这整部影片就是这个地方，这个时候最难找。好啊，继续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一直这样子啊，永远都这样啊，很明显不是。看下次啊，我知道啦，石头啊，石头在这里啊。这个我不用号码吗？我找到了，石头在这里啊。对啊，不用数字啊，轻松啦。啊，进来了。无聊啊，弄在那个地方无聊。无聊。啊，跟其他一样，boring 保龄球啊！哎呀，这青蛙这个断掉真的是有点干。没有关系，那个三秒胶粘起来看不出来。啊，这眼睛会残掉哎，要一直找它那种很小的洞。OK， 完成。OK， 完成。完成了，完成了。还多了两把苦跟一个断片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就判定为送了。对 ，GK 好像不断进很难哎。我们已经很幸运了吧？如果说一定会断的话，这个根本就不上大雅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里，这是第一个舌头夹了一个卷轴的，我们换那个长舌头。Yeah. 小心啊！啊！你知道他这个舌头很狂哎。OK，finish，这个比较帅，这个比较帅，这个帅好多。对。东西就是要长，这是你送的啊，这都是你的、啊，你弄的啊，没有人要这个你就硬送啊。这比鬼家还大哎、欸。不要给我。对。不要就给我。没有人要吗？对。OK， 我们装完了，给各位看一下。OK， 今天就这样子，差不多了。你觉得这怎么样？我有惊艳到，因为我以前都是买那个小只的公仔、嗯，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大手笔的东西，就每个细节真的都有做出来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，因为 GK 他不是很多人都在讲说那个他是盗版啊什么，他其实后来我上网去查一下，有人给他一个定义，他们说因为 GK 他们的工厂在做，为什么正版不抓他们？他们的件数有没有到很高？厂商们觉得，可能火影忍者就觉得，哎、欸，其实你有在帮我打广告。然后有一些工作是做得很好，他们还会反而去指定找你说，哎、欸，你帮我做。哦，那种授权给他的，哇，四万五万，超贵，直接翻倍跳。然后这种一般工作室，他们就是在做自己的名声跟口碑。然后因为件数也不高，我觉得就支持他们。老婆，你看这你送的，你没想到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很棒，哎呀，好可爱啊，这青蛙是蛮可爱的，青蛙很可爱。你也会挑哦，你真的很棒哦。是的。OK， 那今天很开心，洋葱来陪我，希望我推坑成功。我把你拉进我那个群组好了。OK， 没问题。如果你有什么想买的，可以跟我讲。好，我以为你说如果你有什么想买的，跟我说，我送你。哎、欸，那个我有带一个那个伴手。哇、wow! 哦。见面礼。哦，所以你这次都送我的。哦，是没错。送我哇，那这样子。我担心吃饭，好要贵一点的。谢谢，冲哥，谢谢冲哥。
啊！不错不错不错，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联名款。也不会到不尊重了，就这样子。为什么不尊重？谢谢你，幸福一直在这里，只是你没有把它拿走。好，够了，单身。今天非常谢谢洋葱来跟我一起开箱自来也，希望有推坑成功。没问题，我已经被微推坑了。对，然后谢谢谢谢你送我那个七龙珠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没关系，请我吃饭就好了，请我吃饭，够了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点喜欢、分享，然后可以看十遍。Okay. 然后洋葱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个人频道，也要去看他的动画片，很好看。最后在这边有不要脸请求，你可以画我啊。啊，哦，没关系，那你先把手放开，可以画可以画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帮他点订阅，也订阅我们哦，拜拜。他断皮卡丘的本体在这里，上次加红不小心弄断了，这个是上次他那拿起来，然后一放就啪，然后那个耳朵就断。我说，哦，没有关系，那皮卡丘我不动。然后在这之前呢，是婷婷弄断的。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有一个东西，他们都不敢跟我讲话，他们一弄断就这样，都站在这里这样子。可没关系啊，皮卡丘我还好。没事没事。